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时局精解，我是段荣。今天呢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的第七局。那么在前面六局有五盘都是白棋获胜啊，黑棋只赢了一盘棋啊，可见这个七目半这个天目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看来执黑的一方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七局的棋谱。七盘棋好像黑棋棋手第一步下的都是星位。挂角。小飞，如果对第一局棋还有印象的观众朋友呢，第一局是这么下，白的这一靠，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又一靠，这是阿尔法围棋在战胜了世界第一人类是可以说目前状态最好的棋手这个柯洁之后这个放出的就是公布出来的第一盘他的自战对局每步棋他思考两分钟这个就这第一盘就已经足够可以说让人震撼，这两步靠确实是非常值得回味的手段。那么这盘棋黑棋没有拆在这里，黑的是单关锁角，单关锁角，白棋呢挂角，黑棋小飞下到这儿呢，可以说也是普通的常见的一种布局。那下一手又体现了这个阿尔法围棋独特的地方，那靠在这儿。对于这个单关角，白棋这么早的时候就往这地方碰，应该也是可以说有独创性的下法。那么我们常见的路子呢是小飞无有角的时候，白棋尖冲一下。你如果爬的话，白棋将来可能留下这靠一靠连扳这一类的手段，就是说把你限制在脚上，抑制你往外发展。那么如果贴，那白棋再看情况是长也好或者跳也好，根据情况来，总之是限制黑棋的脚。单关脚它现在靠上来，也就是说如果黑棋立的话，那就等于围着脚它尖冲一下。那么黑棋除了立可以考虑的手段呢，大致是上边长和上扳下扳。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如果黑棋下扳，那白棋应该是要连扳，黑的如果粘回去，那么这两个交换对于黑棋来说呢，并不见得便宜啊。这个交换好还是不好呢，不容易判断，应该跟另一个意思差不多可以说。那么不粘回去黑棋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你打白棋一场，这边要争吃，这边断打也相当严厉，这个黑棋不是很好办，应该说不是很好办。那么如果黑棋长的话呢，对这边的势力有一定好处，不过从目数上来说，白棋将来立你要是护住脚，这样的话呢白棋这两颗子对下边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各有利弊。黑的如果扳的话，白棋应该不会退，退再被黑棋立，那么这一扳已经把白棋走中了，白棋这两个字变得很沉重，黑棋这一扳对这边有很好的影响，所以白的退不是棋形，白棋肯定是要扳这个。
这样的话黑棋必封，本手是粘上，走其他的也不好走，挡的话 被打一下已经打成鱼形了，本手是粘上，白棋长可能会进行成这样啊，白棋再走出去，那么黑棋形成一个外势再加攻过去，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变化。实战呢，黑棋硬得很稳当，就往下立一个啊，白棋这一靠，实际上呢他要说他就一定便宜呢也不见得，白棋这一靠是限制了黑棋一点，但是也把黑棋走得很结实，那么你既然结实了扣了，白的再来再来，这个厚的地方我可以让你再厚一点也不可惜啊。黑棋硬得非常稳当，虎一个立一个，白棋就这几招反正就把黑棋限定在这个角上，抑制了它的发展性，然后再一拆，这种棋好看起来，就阿尔法围棋的理解的话，这地方是绝对不愿意被扳一下啊，否则的话黑的是否可以考虑在这一带加攻，你扳我就退一个，这样的下法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啊，黑棋不愿意被扳一下，虎了力，白棋拆，黑棋呢很扎实，白棋呢感觉比较舒展。好，下一步点三三，这就是阿尔法狗的招牌下法，点三三，它不是选择挂角的，而是直接进去要角地，白棋挡这边，一般我们的感觉，哎，这边有白子，这边围控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挡这个，但是看起来这种就是说这种判断也不一定是对的，白棋选择了挡这个，因为你挡了这边，这里不见得就能围上控啊，挡的这个方向一起爬飞也是这个阿尔法狗经常选择的一个变化啊，然后黑棋顶了扳，这是在这个阿尔法围棋的棋谱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点三三之后的，可以说定式一样的东西。这个地方黑棋他选择总是顶了扳，拖的话也许担心白棋扳他再顶的话呢，白棋可能会选择长这个，这样的话扳一个跟白棋挡的交换亏损，那么然后白棋还是扳这个，黑棋要挡，黑棋这时候如果走出来的话，他不愿意被白棋脚上扳一下，脚上这一扳确实很大，不只是目数的问题啊，跟双方的厚薄和眼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虽然是二路，但是这地方关系到根据地，黑棋要挡上，白棋呢连扳下来，扳一下是为了避免黑棋吃这个，这扳了一下白棋可以关门吃，所以呢黑棋吃让你扳这个子变得亏损，有些局面呢白棋会这样下打吃这个，比如说阿尔法围棋和柯洁下的有一盘棋啊，以及他还有一些自战对局，白棋打这个的一种变化是黑棋断打然后提掉
断打是为了先手给白棋留一些毛病啊，然后白棋争掉啊，这也是一种下法。不过呢，现在白棋如果是打吃这个的话，黑棋很可能选择断打，这个打的交换已经防住了白棋关门吃了，再吃这个，这局部白棋如果断吃的话，这个打吃黑棋的好处显而易见啊，如果断吃你关门吃不了我，这局部呢形成一个打劫。这地方蛮奇怪的，黑棋即使脱先，白棋也吃不干净的啊，脱了先还是打劫。那么黑棋走一手的话，也是一个打劫。黑棋现在可能会脱先了，白棋走成这样的话呢，其实白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啊。再走一步，黑棋扑进去还是打劫啊，这个白棋并不便宜。一般白的不会选择这个下法，除非劫财特别有利。那么黑棋吃掉这个之后，白棋通常会选择上边打一下，你如果粘我再提就舒服了，黑棋会提掉，或者呢就选择简单的提掉先手，让黑棋提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局部应该也差不多，但是黑棋这个小飞的位置啊，限制了白棋这个后势的发展。同时呢，黑棋把这个拔掉之后，白棋这边也围不了空了。白棋也许是不愿意，从这个推理来看，他应该是不愿意下成这个样子。所以当黑棋断打的时候，白棋是打的这个。黑棋现在断打，白棋当然要粘上。实际上，黑棋现在如果吃这个的话，白棋肯定是不会去提了，白棋会先手打一下，又把这个争掉。那么也就是说，白棋，我们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来，白棋刚才断打这个而不是打吃这个的话，应该是怕黑棋断打完吃掉这边。如果他能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断打交换白棋也没有什么便宜的，没有任何的便宜。而黑棋这时候选择的不是打这个，而是单提，打这个确实意义不大，单提白棋爬一下，这个不能被打，打了的话眼位受很大的影响，黑棋团住争吃，好，形成白棋呢得到一个外势，得到一个后势，跟这边的配合呢还算不错，在这一带挺有潜力的。黑棋先手活了一个角，将来呢在这一带还有引针，也是各有所得。下白棋呢争掉之后，黑棋拆回来，拆回来是显而易见的大场。下一手白棋到这个，这样来扩张现在这个局面白棋认为扩张这一块是一个重点，把这块的效率微微大，把效率走走高。一般我们的感觉，走这个是先手扩张，但是可能走这个，当黑棋围住之后，如果黑棋同样要围这个空的话，白棋可能放得远一点反而好一些，免得黑棋从背上来。而如果你不围，白棋这一打入依然严厉，你还是放在这儿，你还是盖不住它。这被一扳打冲出去了，打的话也立，这要断吃，这要关门吃，
所以走在这儿也是一个好点，扩张自己，限制黑棋。黑的呢在这补呢也不太肯，在这补也不太肯，被白棋先手便宜了，将来白棋又从脚上又来，两边便宜，所以索性拖进去连扳，补到脚上去。白棋现在粘上也是正常的，走其他的也没有太大意义。如果比方说你打吃完冲下来，这个这边黑棋已经很轻了，黑的就简单吃掉脚，这个白棋冲下来价值也不大。这里已经有个黑子，白棋不可能在这边发展，所以呢白的简单粘上。黑棋这样走的效率呢比补在边上要高一些。就这么围一个，白棋觉得这一块已经足够大了，刺一下，这要跑出来，白棋呢防守。好，白棋这么围了一块，那么现在确实白棋有这么大一块效率比较高的巨控，黑的呢都是小块小块的，所以黑棋现在也需要发展。到这里要扩张这一块，黑棋也要围一块胖的，白的拖，黑棋长。好，这时候白的如果粘住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阿尔法他会下什么。这地方扳的话是不成立的，扳被断了，立的话被拐，气不够，爬的话这被点死了，气还是不够，没有直接扳下来的手段。那么黑的可能会从这边打入，瞄着这个扳下来，当你补的时候黑的等于两边便宜了，上边 压了你两下，这边又打进去了，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就朴实的粘伤。也许还是会打入啊，因为这两个子很轻，白棋也不会去吃它。白棋呢没有粘，白棋觉得这地方已经小了，跳这个瞄着这个冲断。黑的如果冲的话呢，白棋可能也就脱先了，将来还是这里还留有一些味道。总之已经把你扩张这块的这个计划给消除了，白棋可能走上面。白的跳黑棋照过来，照呢进攻这两个子，同时他如果走得强一点，将来要进去，要消白棋这块，这也是漂亮的一手。这冲呢黑棋也不用担心，黑棋就挖断，白棋也没有什么好的后续手段。好，下一步精彩的又来了，靠！阿尔法围棋看来很擅长，就是这一类贴身战法，靠上来这种手段，靠这个。第一杆的是黑棋扳这个，扳这个白棋一种可能性是就这么扳一下，你如果粘上，白的。这边已经便宜一些，然后再怎么处理这两颗子，是跳出去还是这样冲断。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直接扭断跟你作战，在下边也有可能活。我觉得更白棋更大的可能性是扭断这个，实战的黑棋没有扳这个，是扳这个，
白的如果长的话，黑棋就这么一长。白棋这两个子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白的实战搬下来，那黑棋总要断打的。如果这么走的话呢，白棋很轻松就在这活了，那白棋太成功了，所以黑棋肯定是要断打。接上，白棋现在逃这两个没有意义，现在的重点是怎么处理这三颗子，这两个子是无所谓的。打吃，粘上，然后爬。白棋希望能在下边活一块。如果黑棋吃这个呢，白棋是怎么走都行了，就长，简单长一长，黑棋的空全没了，吃了两个干子。很干枯的子，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黑棋打下来，把白棋这两颗子断开。打挡，断开白棋。好，那么白的一半，这个黑的当然要打出去。那这时候白子得跑啊！如果只是这样连上让黑棋提掉的话，甚至黑棋可以不提，随便简单的飞或者尖，就先手把白棋吃掉。白的只是破了这么一点，本来就不见得是黑棋的空的东西，然后这边全灭了，这白棋显然是不行的，当然要逃。黑棋的小尖，这样打是俗手啊，这样打的话送白棋长出去，这个是典型的俗手小尖。如果你还是长，那么这颗子放在这儿比放在这儿，不管是从黑棋出逃的角度或者将来贴进来，黑的总有好处。黑的白的现在不能长，因为长的话被黑棋给断，所以白棋挤，你反正两边争不掉，挤一个白棋等于就先手救了这三颗子，然后把下边的断点补上，逃出去，跳，黑棋虎，黑棋在压出去之前呢，先要在这边啊，把这块走走好，虎一个。如果你退，我再压出去，这是一种新奇的步调。这时候把棋搬一下，断这个。在这里有断吃啊，黑棋如果长，如果吃这个的话，白棋应该是就虎一虎，把上边这五个子走后走强，那么对黑棋这块压力很大。黑棋呢打吃是比较紧凑的下法，白棋如果逃的话，这打吃一下等于这两个子白棋已经吃不掉它了，再断黑棋可以粘上。你吃这个子呢，黑棋可以从上边吃过来，白棋也没有逃，断这个。白的如果逃的话，黑棋应该会长，顺势冲出。这个白棋棋心有点难受，顶一个被黑棋顺势冲出，这一块也受到影响。白的断吃，接住。现在黑棋这个子不肯被吃，所以要连回来。白棋现在虎一下，搬一下，
黑棋呢冷静一团，这地方不走的话被打还是很难过的，虽然这块不会死，但是被打回去总是很不舒服，目数和眼位目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如果虎这个的话，白棋应该会贴这个，这地方要扑你，你如果粘上那白棋很舒服，如果黑棋敢往外逃，白棋扑进去，这地方有接打，全是劫财。所以呢，黑棋冷静团一个，你如果退的话，我还不冲这一下，冲这一下典型是俗手，所以他团，明摆着劫打不过，就不要去虎了，再屈辱的粘上了，团在这里，那白棋啊。这几个是劫财，搬之前要保留，现在黑棋已经屈服了，那么白棋就可以把这几个劫财走掉，这是白棋先手虎到一下比较愉快，然后再退回来，黑棋贴，白棋跳，入虎正正面啊。白棋如果总是一味的在这一带走棋的话呢，被黑棋跳到正面来，黑棋走唱了，白棋这边还要单关联络，这就很不舒服了。长这个呢是为了围这一块啊，现在这块再围一手就围住了，先把正面占据，下一步要扳死黑棋，黑棋得往外逃。抢占正面，白棋跳了飞过来，这一带隐隐约约还有一点潜力，而且把黑棋呢往这个白棋的后室上挤压，黑的赶不走，这一飞照死的，你要逃的话，让黑棋往价值低的地方去，尽量把黑棋往自己后室上挤，自己呢占这个价值大的有潜力的地方，争取占据正面。好，那么黑的一虎，这有断吃，白棋只能单关连，黑棋拐一个，黑棋虎了之后，这就逐渐的有眼形了。这边黑棋冲是先手，这加进来的话，白棋也不好办。这两个要被吃掉，所以白棋需要补一手。逃出去，一起逃出去，白棋呢把这个连上，这毕竟第一是目数上价值有十多目，不走的话黑棋可能直接走在这里，价值有十多目，同时呢把中府下后了，那么黑棋当然要冲，否则被白棋一步冲过来，黑棋要冲这个下边的价值相对小一些，所以粘这个和冲可以看作白棋已经先手便宜了，先手便宜，然后再跳下去，如果这地方被黑棋连，黑棋走后了，而且能围不少空，继续追击，黑棋钻出来，因为已经虎了又跳了，这块棋也不是特别的弱，黑棋可以
稍微的瞄一瞄白棋的弱点。靠，还是要把你的棋子往我后视上挤，这样破掉黑棋一些眼位。黑棋只有半白棋腿，这的眼没那么多。而同时呢，白棋也走后，避免了这靠断这类的手段。靠退，给他冲一下。如果黑棋单占，那么白棋下一手可能就是这一挤。靠退的目的还不只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还有后续手段。因为这地方白棋是残留一些问题的，黑棋有冲，冲完了有夹进的。如果挤的话打吃了，黑棋冲进去残留一些问题。那么画一手棋补落一个后手呢，他不愿意。现在靠退，黑棋粘上的话，我一挤要求先手补掉，黑的如果不应，这一打吃，这一题要打劫杀黑棋这一块，所以下的相当紧凑。黑棋又也不太可能退在里面，退在里面可以保留这个手段，但是外边肯定相差很远。所以黑的看到，哎，如果粘上马上就要被白棋先手挤掉了，那还不如我冲一下算了。冲的时候呢，白棋不能挡，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冲是先手，这一夹这要断吃，这要吃这个，这白棋不行，所以黑棋冲了算了。白棋一跳等于逼着黑棋就把这个冲了夹的这个手段给消除了，逼着对方来帮自己补棋，下得非常的紧凑。好的，那么对，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战斗当中看出来，这个阿尔法确实在中盘阶段，他行棋非常紧凑啊。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靠长，让对方来帮自己补棋啊，这样的手法，我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绝不轻易的落后手啊，总是要压迫对方，让对方帮自己走棋啊，这是下围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好，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中盘战。黑棋粘上了，白的跳，这跳明显留着各种断点啊，但是呢，这些断点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中府的厚薄。如果被黑棋从这一带走过来，比方说黑的就这么刺完退一个，白棋就恐怕不得不在这走单关，然后整块都变薄了。而白棋跳在这儿，中府这一带还能围一点木数。这个至于这冲断呢，冲断白棋怎么办呢？很简单，弃掉就可以了，不要了，只要你往这冲没事就行了。白棋退一退，这打吃是先手，一冲刚好是虎口，中间已经来了将近十目棋。关键不是这十目棋，而是白棋把中府给走后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黑棋冲，白棋挡住，黑棋尖顶一下，白的长，黑的断，白棋退，冲，退，白棋把整个中府走后了，下边的空呢小有损失，但是呢也不是看上去那么大，白的这里还有手段，点进来。黑的如果挡是可以吃掉白棋的，
黑棋快一气啊，但是呢，白棋这一通收都是先手，白的走得非常的厚。黑棋收气吃呢，就是黑棋判断并不比回吃便宜，所以黑棋吃在这儿，那么白棋爬过。下一步被白棋一顶的话，黑棋等于什么都没吃着啊，所以黑的还得再走一步。这被点了先手爬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下边气调实际上并没有多大，中府走后围住石濑木更重要。好，白棋走后了，可以随意的来追究黑棋的保卫了。黑的阻度显然是吃不了白棋的啊，被白的简单一飞就行了，所以呢黑棋冷静挡住。白棋搬过很舒服，好，先手把黑棋的脚地挖掉一大块，然后呢跳，黑棋这块还是不干净，所以白的还可以继续再压迫它，再威胁这块的眼位，黑的一拖，那这一拖呢，基本黑棋就安全了，白棋搬不下去，搬的话黑棋挖这个，先手断打，然后把白棋给夹死了。这地方呢没有棋，搬的话就断掉，打吃完冲了，跟这个子也连不上，没棋。黑棋一拖，好，这中盘战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啊，黑的连回去了。那么基本上双方的棋都大龙都已经很安全了，白的也下后了，黑的大龙也逃了，现在进入官子的争夺。白的靠一个，这是很好的收官手法。黑的如果长，那么白棋顶先手压住，把中府全都牢牢的围住。黑的搬，白的大致也是顶一下搬住，中府为一块。黑棋呢顶这个要求便宜一点，你如果退我再抢，那么黑棋目数上来说效果比刚才要稍稍好一点。白棋不乐意了，白棋要搬下去。双方这个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官子也是抠得很紧的。黑的如果立呢，当然白棋再退，这扳倒一下比被你长过来，因为长完黑棋还是有冲了加进来的手段，扳倒一下呢便宜多了。当然黑棋也不愿意立，打进来，黑棋破了白棋中府的空，但是呢白的转到上边，转到上边也收获不小。之后白棋虎一个，黑棋挡住，这地方的黑棋已经是活棋，但是白棋长一个很大，长黑棋得粘在这儿补活，白棋这目数很完整。而挡住呢本身已经逆收好几目棋了，他瞄着下一步开这个劫，所以挡住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步棋。冲回来，刺，飞，黑棋进到中府来，
还瞄着白棋稍稍的有一点薄位啊。这个黑棋冲势先手，这有断点，白棋拐一个走走后，黑的呢靠，把白棋断开来，白棋下一下边需要补活，翻断，这必须粘上，黑棋接，这一打吃，白棋还没活，需要补一手。那么这地方是有冲过来的，所以黑棋并黑的中，通过中伏这点刺再点刺，把白棋中伏孔破了不少啊，自己还吃了两三目棋。并在这里打吃一下，中间呢白棋这个打吃也是先手，黑棋这地方拿白的也没有什么办法，虽然这有这种尖，有这种尖的手段，但是呢白的可以保证是活棋啊，就算这么挡住，白棋也轻松活了，所以没有问题，不需要再补棋了。刚才我们讲过这搬不下去了，所以拖这个收官。退，先手把下边的目数拿到。接一下。这个段必须得补。补上断点。白棋这先手拖退很愉快。之后呢这个得粘上，提劫也没有太大意义，黑棋是无忧劫，总能把白棋打回去，说其他官子呢都没有这个打吃打，这一打吃基本上白棋是打不过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黑棋中间还有顶断白棋的，白棋虽然这块是活棋，但是被断开的话，这一开基本上黑棋无忧劫，白棋是带着死活的，只能退让，而且黑棋提还是先手，这加进来要杀白棋，这里已经被断开了，所以这个必须得补上，被黑棋先手打拔呢绝对受不了。好，那么黑棋搬收官，然后普通的下法呢是粘或者倒虎，现在粘上倒虎也没有意义，如果在这儿呢倒虎搬啊，追求这个白棋挡不住，但是在这里白棋就退就可以，普通的下法是搬粘，但是现在呢黑棋的下法比较激烈，搬完搬进来，其实从这步棋也就可以看出来现在黑棋局势并不怎么乐观啊，一定要强行搬进来，他就说你如果挡住的话，我倒虎在这里要断你，如果黑棋能逼得白棋这样，那先手把这个官子收了，白的都受不了。你如果退，我搬一下这留个劫，你吃不掉我，任何时候我要给你开劫，很顽强的一个下法。那么怎么对付这个连扳呢？白棋开上去不会亏，因为即使你劫打输了，浪费对方一通劫财之后，大不了我再退，所以先开了再说。单提，单提是一部挺有味道的棋，它避免了白棋来找劫材，要是轮白棋找的话，立打吃再扑都是劫材，单提白棋少了这个先手的话，中间被断开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黑棋有扳的手段，
白棋只有断，大吃长，再贴，我们可以看到白棋麻烦了，这要冲死你，这也要冲死，所以单提这个。既解消了对方的劫财，同时自己提还是自己还是一个劫财。白棋要连，一起提劫。黑的没有马上提劫，黑的提劫担心白棋走这个，走了这个中府已经围出五目棋来了，这还有冲断，这一段又吃六七目，这就不得了，所以黑的不能马上提。刺，然后再弯，这依然有扳，白棋得补。好，这白棋补了之后，黑棋先手消除了白棋这一虎。再提，提回来。踢掉，那么在这个阿尔法围棋刚出来的时候，和李世石比赛的时候啊，还有一些棋手还对着他打劫的能力，就是说有一定的疑问，因为打劫确实是在围棋当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怎么处理打劫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学问。但是通过这些棋谱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打劫对于阿尔法来说，应该也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这个在打劫的过程当中下的也是蛮精确的。挤，白棋接住，黑棋提回来，提回来之后呢，白棋断这个，黑棋吃掉，然后白的提回，冲，这个断呢。这个断如果白棋将来能先手打到的话，这倒是断完再打吃是一个不错的收官啊。但是如果将来被黑棋挖占了，这个断就亏损了两目棋啊。这时候白棋选择的不是冲一个找棋，而是断一个找棋，这地方挺有意思。冲这个，白棋趁机打一下，你如果冲进来的话，我先手提掉，黑棋得度过，这一先手提的价值比这个冲进来要大，所以黑棋只有粘，白棋再挡住，提劫，提回来之后呢，粘，这先刚才先手打一下，如果这劫白棋打输了，
那么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但是如果白棋解打赢了的话，这先手打一下总是便宜了。冲，顶一个是劫财，这一拐一贴死了，倒霉，踢掉，挖，挖一个呢，目数不亏，但是可以得到，劫财更多一点。如果你团在这儿，白棋粘上，再打吃肯定不是劫了。踢回来，白棋爬，爬一个呢，本身它不是劫财啊，所以说。白棋判断他，你如果提回去，我一退，实际上跟黑棋搬粘目数是没有差别的啊。只要你不敢跳进来，啊，白棋这个劫输了也无所谓。而黑棋跳进去的话，黑的显然没那么多劫财，所以白棋爬一下，黑的挖，来打住，踢掉。对，接阵了半天，实际上效果跟黑棋搬粘是差不多的。打，黑棋有一点上黑棋有收获啊，就是这棋本来黑棋收官，在这个局部收官的话，黑棋也是这么并一个。但是呢，白棋打劫的时候去，等于去断了一下，亏损了两目棋。这地方白棋一定要追求了断了我能打到，这个不知道阿尔法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可能就这么冲一下找劫呢？但这地方要白棋先出牌，可能白棋是有点为难。黑棋接住，白棋上边还有半只眼，后手一个眼，所以不用担心黑棋这个点杀的手段。黑的还没有，黑棋挖了一下，之后提劫，白棋退，黑棋打吃，白棋提掉。我们看一下黑棋现在是黑的提，白棋退了之后呢，现在黑棋这个是搬这个收官啊，搬这个，白棋把这个接上，这俩一人一个，你提的话我挡这个，黑棋搬的话白棋粘上，之后把这个接住。黑棋把这个接住，白棋长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小关子啊，小关子阶段，打吃接上，点，
虽然说点一个跟死活没有关系，但是呢官子上，黑棋觉得点一个可能会有所便宜，点这个。白的如果做这只眼的话，黑棋将来断进来搬收气，把白棋收回去。断一下，黑棋顶，白棋断一下，这本身是有两目棋的，要求黑棋单关连，白棋再把这个顺便挤上，黑棋顶，要做这个眼，白棋走这个，这地方是没有挤断的，如果挤断，白棋打吃，黑棋接不归，所以黑棋得连，将来白棋可以这么下。白棋现在呢先玩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做这个眼被黑棋断完搬，就不敢挡，目数都收回去了，或者呢黑棋单搬也可以，白棋的目数是有所亏损的，所以白棋要把目守住，弯在这里，黑的挡住白棋团，做活，同时目数也不能亏损。爬过，爬完度过，应该有三目多的价值，三目多，粘。现在这个官子呢，两三目棋已经是最大的了。白棋粘在这里，保证了将来这个不会被黑棋收了再粘回去啊，已经两目了，还可以冲掉黑棋一目，至少也有三目棋。黑的把这个粘上，冲一下，团。先守一目，关键是逼黑棋走回去之后呢，白棋还能愉快的挤到，然后弯在这里。好，白棋这块目数是彻底的完整了。弯一下，粘上，爬，逆收一目棋，逆收一目和后手两目，基本上是现在这个局面来讲呢，是最大的。好，那么最终这盘棋呢，好，这盘棋官子说到这儿呢也就基本结束了，最终这盘棋还是白棋获胜啊，双方差距也不大啊，那么白棋在七盘棋当中就取得六胜。好，对局就介绍到这儿，谢谢收看，再见。